未央呢？啊？这儿这儿这儿。啊，饱了？还没饱嘞。还没有饱嘞。还有银鲑鱼嘞。还有小银鱼那是。有点不想吃了，再给他吃点吧。银鱼好长哦。好。咱这都不吃饱，咱这是不是站帐篷了？挪边了。吃饱了。帐篷了，吃饱了，挪也不少。银鲑。可能嫌赖不想吃。好，都吃饱了。捉了一个大鲤鱼，快，速度好，上鱼了，这是。给我双击评论666。近距离的，这是大鲤鱼一个。前方上鱼了，哎呀，这个其他鱼鹰看见也过来了，哈，一条大鲤鱼。哎呀，好漂亮，还带水草来的，在水底下干上来了。金黄色的尾巴，好看吧？哎呀，好累了，你看张大嘴巴，哈哈哈，半天。看看，正在直播。你们老是问鱼鹰抓不抓泥鳅，抓不抓黄鳝，他现在抓的这条就是泥鳅，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啊。这是实习生抓的，哎，想把它吞了吗？一条泥鳅。实习生已经吃过了，没吃饱。哎呀，再给他一条鲤鱼，两条鲫鱼。可以。哎呀，没有啦，来得晚啦。前方上鱼，哇，一条大鲤鱼。哎呦哎呦呦呦。哇哦，万一它松口了。哎，跑哪儿了？哦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耶！吼！这盆都是喂鹰的，放鹰吧。饱了吗？不吃了？还有四条，这里这里这里，嫌小啊，还看不上。好了，前方那个鸭子屁股卷起来那个地方是一条大鱼，它叼着鱼嘴唇。